着明星的流量与日俱增，人气为他们不仅带来了比较好的国内资源，这种名气就算是在国外也有不小的影响。所以现在国内明星代言国外大牌也越来越多，不仅仅是美妆潮牌这一块，就连许多时尚杂志也开始中国演员。 Vogue 是由美国康泰纳仕集团出版发行的一本期刊，在这一期邀请的便是王俊凯和迪丽热巴，两个人分别和名模 Molly Beard Model 搭档。 Vogue 创刊于1892年，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广受尊崇的一本综合性时尚生活类杂志，杂志内容涉及时装、化妆、美容、健康、娱乐和艺术等各个方面，被奉为世界的 Fashion Bible 时尚盛典。作为受邀明星的两人拍摄杂志的主题也不同，王俊凯与 Molly Beard 的拍摄主题是白马王子，照片中两人的衣服颜色与周围格调近乎一致， Molly Beard 坐在马背上如同一个紧致而又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公主，王俊凯单手插在口袋里，另一只手拉着绳带，感觉有几分清冷高贵的气质。前些时候王俊凯还出席了 L 风尚大典，身着刺绣青果领盘扣天鹅绒礼服，搭配黑色小领结，化身精致小王子，独树一帜的型格魅力格外吸睛。现身云间红毯，俊逸少年灵动倜傥，气质卓越，眉眼间英气十足，